当当时被大水所来冲害的一尊妈祖，就是南星在咱上后边。这尊妈祖娘娘是咱官府官方所来推荐。所以这个缘分到底有没有办法让天后相逢，能够重新的凝聚这个情感啊，咱的金山这边啊这个他们的这个是比较一直努力的在切割啊，但是这个缘分就需要交给神明。所以在这咱天皇甲神明讲对咱妈祖娘娘造成，在这仰望伊的神威显现，千顺将军圣尊莅临，在此会当祈求，予咱的金明妈祖甲咱的廖冠妈祖会当中皇，会当中心来回应以及回向咱东当时伫台北官府所推荐的天后宫的这段的历史以及情谊。看到千顺将军呢，都会让人想到桃花山收妖，哦，就是收这两尊金水二精啊，金水二怪。他们头上呢有戴一个这个很像紧箍咒的这个金箍，这是当时呢这个妈祖牛牛啊赐给他们，因为呢千顺将军觊觎妈祖的美色，哦，我想要把你娶回家当老婆，哦，妈祖娘娘就说：稍等呢，我送你一个纪念礼。吼，哦，你把这个金箍放伫你的头壳顶，吼，哦，你放起你了后，你若放好势，安尼我就缀你，我就互你娶。结果呢，他把这个金箍戴在头上之后，妈祖娘娘吹拂念咒，哦，这个终于降服了这个金水二怪啊，哦，就是桃花山收妖的故事。所以咱看到神明要兴的时阵，伊的价钱拢有真用，而且个将军来给伊保护，来作为伊价钱的守护。谢谢来自咱桃花山收妖，咱的陈立干前书以及顺风逆前书。谢谢咱天庭宫。咱的献花队。谢谢，给他们真热切掌声好吗？谢谢，咱的阿姨非常的辛苦，为了妈祖娘娘信仰的文化。谢谢我们的扫脚队。就是在告诉你，神明来了，神明来了。来，各位，我们双手合掌，来恭迎东当时台北府城官方所推荐的天后宫，被大水所来冲害，沦落到在主家在咱孟家天庭宫，被咱廖冠妈祖共同来护持，在咱孟家地区的圣庙娘娘。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庄严。各位，我们双手合十。今又在咱天文水族
到新年，在中华民国113年，咱农历3月22日，延续良心，由伫咱满甲溪田宫廖冠妈祖一当老祖黄克俭先生，在此金诚心敬意，带去花坛一座来恭迎咱廖冠妈祖，祈求永保你1095年圣诞千秋，福千秋，圣寿无减，圣圣寿。何位会当庇佑咱淡水北投顶天宫，宫中会当香火旺盛，南天北户路南千祥，落下地主种顶，招财得财，求利得利，求去万事红灯，发达全家如意。今宫对座前来行下三上用礼，一奉香拜，再奉香拜，三奉香拜，上香。敬献宝石。请献。咱的老师非常用心，来打造咱的金饰，来敬献咱的妈祖娘娘。再敬献。敬献，全体一同恭对南万家客厅中廖冠妈祖，恭祝你1065周年圣诞千秋，贺千秋，圣寿无疆，圣圣寿，全体执行三敬拜礼，一拜风调雨顺天赐福，二拜国泰民安定太平，三拜合家平安情地会，民情家家又红年在想。收工，收工，谢谢。今天最辛苦的卢主台，今天啊，和咱的廖冠妈祖说来庆祝，咱甲新年伫当卢主，咱的博宴啊，从咱今仔日。要敬南邦家地区的这个圣书办理有声有色，办理完满成绩，今来感谢咱的客厅宫所有侨班同仁，谢谢咱的公务人员，感谢大家非常辛苦，谢谢，再次掌声感恩，非常好奇咱台湾的妈祖信仰，感谢大家，谢谢咱的博彦用心的办理，来恭迎圣驾，很主席来恭请妈祖娘娘来回宫来安坐，明天啊，很准时，咱家里的时间会当看到妈祖娘娘，会依住比来比油。最后一里路，咱的妈祖娘娘要回转，到在咱客厅中来安坐。是的，我们叫麦哥在现场。谢谢大家，我们待会来进行一个团拜圆满的仪式。感谢大家今天一整天的辛苦。